広志祐希一番賞公開 OWT 一百記念大海賊百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王宇康熙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拍一番赏啦。其实已经有点久没有拍一番赏，因为最近都没有出到我很喜欢的一番赏，或是说这个动画我可能有看，但是它出一番赏，但今天到我想花钱来抽啦。因为最近又尾牙，又红包，又年终，又薪水，搞一搞呢，现在身上基本上已经没钱了。所以这一番赏必须要慎选，同时来宾当然也是要慎选，好不好？欢迎本频道的流量保证。哟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富贵，大家好，我是郭富贵啊，什么地方的什么郭富贵？是三国语对不对？对，以后会有更多。今天会找鬼鬼来。其实上次我们去台南行的时候，私下聊了蛮多的。我就有聊到说，其实我会抽一番赏跟盒碗，然后你会不会有兴趣？对，你就说了什么名言？我专费人家的套组。今天要小心一点，因为这个店家我很熟。等一下老板娘私下会，我等一下出去看我的照片没贴在。对对对，请此人以后请勿进入有你的蛋蛋本店。是真的很厉害吗？就是下面全部剩下一两只。如果没有嘞，如果没有，就是要道歉。没有，我就直接原地下跪，好不好？好。可是我觉得你今天穿的其实是很随意的，我们不要为难来宾。好，那我们来介绍今天的一番赏。今天一番赏呢，是我们的海贼王大海贼白，它是漫画100集推出的，而且它是一番赏的精致度都非常高。现在讲一下 A 赏，它是一个类似屏风吗？白景图，就是所有的角色几乎都在里面，包括是和之国篇。哎，等一下退了。今天海贼王看到哪里？我看到那个。出海，为什么突然看海贼王？是因为身边太多人推了，结果一个月就从第一集到第800多集全部给他追完，一个月耶，就太扯了吧？就有些地方当然会快转嘛，要不然是1.5倍速看啊，就看 A 片一样的概念。B 赏的话是鲁夫 ，C 赏的话是罗，连我都突然忘记名字。D 赏是艾斯 ，E 赏是波雅汉考克，就是蛇姬 ，F 赏是大波。G 赏是月兔，它是那个什么岛，那个大象。对，老板，我真的是加粉。H 赏就是大河，凯多你应该知道吧？那她是她的女儿。I 赏是盘子 ，J 赏是色子 ，K 赏是资料夹吗 ？K 赏对啊。然后我们这次先抽是360块，所以我们可能一抽资料夹360。OK， 那我们就一人先五抽，试水温。好 ，OK。我怀疑会有版权问题，应该是不会有吧？那我们一套是90抽，等于说我们抽到上面的公仔几率一只都是十分之一。来，你先5抽。那有什么拿的特别方法吗？没有，想拿就拿。你要不要洗一下？不用。5张拿好了吗？啊，掉了！小心，会飞。小心，小心。会飞。这张会中。这张会中。那我也拿好了。然后这色纸呢，没什么特色，诈骗。你开一张，我开一张。啊，你开。开。色子，色子，表示今天可以色色。你看他也是色子，是不是色色？对啊，色色啊！哎，不要了，不行不行，别别别别！我跟你们讲，第一赏跟一赏是一定要的，因为我最爱的是艾斯，一赏就是蛇姬嘛，或是 A 赏。A 赏我觉得很屌哎，那你有没有想要的？我觉得 A 赏或者是 B， 鲁夫可爱，可爱，可爱。我这如果是 A 赏，今天这影片就下课了，好不好？不要担心，不要担心，随便。以往看他的影片不会这么快，不会这么快下课的。对，可以色色，可以色色，今天可以色色，可以色。别狼，可以 A 赏吗？不知道。一二三 ，I 盘子啊，盘子啊。好，换我。我觉得我这个感应到是公仔，而且它是前面的数字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它在很前面。女人的第六感看准不准啊？女性的第六感不是女人的第六感哦。以上言论不代表女人立场。我要开了，一、二、三。对呀，资料夹代表我以后可能变 K 到。阿酷第3抽，三。盘子，盘子两。刚好像有人说什么？我专费人家的套组。那我第3抽哦，你要不要先感应一下？感应哦。对啊，感应一下。不用啦，这小钱对不对？感应一下。感觉如何？感觉不是很好。我不给他们看，说给你看就好。一定很烂。OK。
你知道每次来这里都是在成全来这边的客人，后面抽完之后，前面的客人就会非常好，这一套配率就会非常好。要是有来过的话，在门口贴虞姬刚来。哎、欸，你也没说幸运好不好？你有什么事可以讲我？哎、欸，可以的啦，第四抽来的啦。我看一下，哎，为什么又哎？我一直在抽盘子，我今天是盘子吗？很烦哎、欸，我抽三个 K 了。三 K， 你很烂哎、欸，他也很烂。3600，我们可以去吃一顿真正探索马里了。最后一张，我要自己看，把它粘回去。悲伤。我觉得我今天手机不太好，我等下叫我助理抽。我跟我助理也同心哎、欸，我们真的什么都没有哎、欸。你有想要换人抽吗？直接抽吧。你要自己就对了。好，那你再我抽。你刚刚有在摸吗？哎、欸，所以有点难过，运气可能会擦掉。来。我不摸，我不摸。你拿一张。我们场外工作人员。不要说我们手气不好。哎、欸，你接他那张，你接他那张，不关我事哦。来，你先给他放旁边。拿三张嘛，助理拿一张。好，这你的，这你的，你放那里。来，老板娘。老板娘，老板娘自己抽自己家的套组啊。他抽的很好，他运气很好。在我压力。老板娘的好五。老板娘在前面一点，这边好。我先开我自己的第六开，一、二、三。你还是不要看好了啦。我真的很快。你第六张，我剩谁？谁手？啊，这个，这是来第七张。哎、欸，这个里面有一二 I。哎，给我抽完了啦！第八抽，来，很棒，我真的不行，很棒。你第八抽，二三，我一直在射、啊，哎、欸，我们两个真的是怎样？一直在射。来，我这一抽是老板娘的、哦，老板娘的手气。第九抽，老板娘的，来，二。来喽，经纪人抽的哦。看完给我一个表情。出去。K。1200块。真的很幸运的后面的客人。好，再加码各三抽。三抽。好。为什么我年前运气不是很好？你知道我连续刮刮乐，都是运气最差的。我要用古早那个方法。可是你刚刚掉到地上那一张好像不是很好。好，一、二、三。你是只会掉一张耶。对啊，我是免洗牌的。这三张如果没有出公仔，对不对？怎么了？我就想一下。这三张如果出公仔啊？出公仔啊？不要。如果没出公仔，到底要出不出？如果这三张出公仔，就表示。我们一起开好，一二三给镜头，这样才刺激。一二三，我一下没塞呢。我们这样也算是被人家一组下面的。一二三，你怎么？我们两个反了。哎呀，这到底什么鬼啦？我真的很善良，我不太会扶老奶奶。老奶奶，但我会看着他过马路，保护安全。你这是威胁吧？也会做善事， okay, 请给我一个行规。我先看，我看完换你啊。哇！天哪！我开路前才说我要让老板娘笑不出来。笑不出来是我。
再抽一抽，我们再各抽一抽。怎么了？我跟你讲，海底捞月的时间到了，我不相信，我觉得天无绝人。你先。好，换我，就这样。好，给镜头看，怎样是好的，是不是？来，一二三。哦，可以吗？我又拿了一个盘子。队长，我受不了了，队长。哦，照往常，我们要来宣布我们这一次的成绩，28抽，对，一个 F 傻，剩下这里，然后非常难过，但没关系，今天只会付钱嘛，就是。哎，不知道这回事是不是啊？好了，我们来对一下这次的奖赏吧。先是我们的 K 赏，它是两个资料夹，然后360块，它总共有40个资料夹，所以抽到资料夹几率呢，可谓非常的高。我跟你讲，这一套配率一定是好的。我帮大家把资料夹都抽光了，但它是高质感的资料夹，高级的质感的感觉。它是厚的，它对。你家有没有资料夹的一面墙？你知道我家资料夹多厚吗？他从地板排，应该可以排到我这边，真的假的？可以排到我的腰，真的。我觉得我下次来拍一集好了。我这两三年累积的一般可以哦，可不可以贴满一整个房间？好，那再来是我们的 J 赏，一样是不可选的。它的图样其实一样是蛮多的，5个，它蛮美的，我们可以开一个看看。都粘的很扎实，对，你这很豪迈哎，不喜欢做事的啦。来，我抽到的是鲁夫这个。其实它质感真的很不错，而且很丰富。那像这个的话，我家应该是堆到这边。哎、欸，你下次真的去哪边抽完，你要跟我讲，好，我就接你后面去抽。再来是 I 赏，一样是不可挑的，种类也非常多种。片师会后置帮我 P 的啊，就交给片师了。可以帮我们 P 一个 A 赏上去。恭喜获得 A 赏！耶、yeah! ！来，我们的盘子，它就是一个类似素描画的概念。哦哎、欸，可是它是那个第一次看到的人都会觉得哦，很不错啊。对啊，它拿出来不是塑胶，我就觉得它不是，它是陶瓷的，这可以多带几个回去。你就开始思考这到底要放什么，你会跟我一样怀疑人生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唯一抽到的公仔。唯一一只吗？对，我们也是很专情啦，是不是？但我更不爱它。封面是这样。那因为剩下的奖项我们都没有抽到、嗯，我们就开这个就好。好，其他外观盒子也是很丰富的。有些迷的人都会把这个盒子留下来的。我一开始也有留，后面真的没办法，家里真的没有位置，位置都拿去放了。放什么？放什么？你看，超大的啦！哎、欸，很帅哎、欸。给那个老板煮，我们要煮一次、oh, 跳一下来，一二三，跳！哇，煮好了，好。OK， 老板帮我们煮好了。哎、欸，我好喜欢哦。你那个运气，是不是精致度真的很高？而且它可以煮在一起，从左到右，有没有？它的后面这个亚克力板就像拼图一样，是可以左右煮的。哎、欸，这种我真的很喜欢，它是第一次后面有亚克力板、嗯，配上前面又是公仔，你要包套对不对？我超想，我刚才在算我剩下要多少钱，你就用刚刚那个加一加。助理说要加薪的部分，助理 OK 吗？愿意割舍薪水吗？沉默，他连摇都不想摇了，他想要搞屁事啊！那这是公仔细节，我觉得亚克力板做得很漂亮，公仔本身也 OK， 但是没有到非常非常的精致，因为他之前有出过几版是精致到真的很夸张的，但这一次我觉得就没有到那么的精致，因为他的脸微呆萌，对，脸有点崩，一点点崩，对，但是因为萨波本来就长这样啊，所以也没办法，他就没办法，就有人抽萨波啊，抹了运气嘛，对，你怎么好意思讲别人啊？啊，这是你也喜欢吗？还是你要抽给观众？因为你知道这种东西就是一整组来抽会比较。我真的好哭啊！好啦，总之我们 F 赏好，那再来呢就是我们的 A 赏了。恭喜！哇，这组 A 赏没有想到会有这一天。没有啦，因为我们没有抽到，要拿出来让我们平方100公分哦、喔，那就1公尺。1公尺，那很可以耶、欸。换个地方想，我们家没有地方可以摆这个。你们家还是先把那个资料夹部分先解决啦。我们家资料夹应该可以连个100公尺。然后我们这次没有讲到最后赏，它的最后赏跟 A 赏是一样的，只是异色而已。好的，那就是我们这次的一般赏 A 赏。好，还人家，还人家，不要在那边依依不舍啊。好了，最后真的很开心，这一次各位可以来玩。这个预
运气的问题哈、嗯，可能跟频道有关。据说频道在走下坡的时候，老板娘盒子拿过来。我最后听到他呛我频道下滑，我听不下去。来，你抽一抽，你抽，我抽一抽。看到底是谁频道比较快下滑？来哦，一、二、三。喜欢频道记得按赞，然后订阅鬼鬼哦，还有追踪 IG 哦。Yeah~、谢谢大家，拜拜。对，再见，不要再抽了。太恐怖了，烂东西。So